我是警察。我现在要突袭雷拉家，因为我要搜这个。雷拉没有吵，他是故意说你找到我家的。对，我要搜到。你都放在他身上了，这看起来像房间吗？哎，这是你的衣柜哦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只想要突袭一下你的衣柜啊。没有东西了，不用说了。你很多饰品哎、欸，果然是雷拉姐啊。可以翻哦。没有，完了，没东西了，没有了。有没有厉害的啊？你这些没有用都会过期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保险套。我不用保险套哦，你们都没带。所以你现在是要来我家带小孩，是来我家谁来稽查啊？都有啊，我去假装我是雷拉。妈妈。太阳晒屁股了，猫猫。猫猫。我第一次看我老公被别人骚扰，好好笑、啊。根本没穿内裤。还没醒来，还在那个 loading。怎么那么帅啊？刚睡起来是很帅、要吧。要吧，干好了，终于下班了。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下班后可以好好躺我的床，因为自从用了 Emma 床垫之后，我每天都睡得超级好。他不就一般床垫？你怎么到我家了？你也太无知了吧！这个 Emma 床垫是欧洲销量第一，它的独立筒加记棉混合设计，可以非常好的躺动。我这样跳，完全不会打翻。这种床垫呢、就是适合我这种蹦蹦跳跳而且喜欢偏硬床的人，就算是侧躺脊椎也是直的，很符合人体工学哦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床垫非常透气，它可以自动调节床垫表层的温度以及湿度，让你起床不会浑身是汗哦。我已经睡了半年了，而且女生身体起来很怕外露，睡得不安稳，没关系，他们很贴心的会附上保洁垫，防水又防螨，如果脏的话可以直接拆下来丢进洗衣机洗哦。现在资讯栏有附上他们的官网连结，只要输入我的折扣码 LINDA10， 除了在官网的组合价打折之外呢，我的脸书可以全品项打90%，见任何的品项还有金额，还可以搭配官网的折价活动一起使用哦。最近在干嘛？我最近在跟顾问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形象这件事情。然后我们理论有一点就是观念不合的，因为我一直很想去包水，就是不是那种你想象中的那种包水，不是那种全满，也不是那种打传统那种的，也不是割线不打雾的那种，是好看的那种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很想要吃一只蛇跟凤凰，知道的时候。为什么是蛇跟凤凰？蛇有脱胎换骨的意思哦，因为蛇会脱壳，然后凤凰是因为它会涅槃，就是浴火重生。那你现在有吗？你现在有吗？就我吃了一只蛇而已。哦，它还没好，昨天才吃掉的。不会痛啊，这里嘞。这边是补蛇，那我就跟他讨论，他就说，我就先给他看我蛇的那个示意图，他就说你可以先去吃那只蛇，那你凤凰先等等。我说不好吧，我又不是要包手，就只是两张图。他就说，因为上次本本不是有假装包手的片，然后就被很多人骂，然后还有上迪卡什么，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子会让你的形象变不好。我就说啊，我形象不是已经不好了？好了，你看他妈的这个人这样子，他都包成这样子了，大家就会看到他，然后他发生这件事件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说不意外，但看到我就会说很意外，就是因为我已经发生了那样子的事情，如果我再去做这件事情，那大家会觉得还好吧？我觉得还好哎，开心就好。而且他的意思就有，他也讲到另外一个，他说有些厂商已经快来找你工作了，然后如果你自信的话，可能他们就不会想来找你。我说哈。但是呢，现在会来找我工作的人，不就是因为不在乎我？对啊，那还会在乎我吃惊吗？对，人生就追求。但当然还是要尊重酷炫。你已经死了，尊重个屁啊！他的意思是说先吃这个，然后拍一支片，然后试水温。那我们要去接汤包了吗？好呀。这个大叔，你已经完全爸爸一样了。那我们去接汤包，我们来接小汤包了。汤包哇，好大只哦！他为什么皱眉头？小汤包，你皱眉头哦？因为他看到陌生人都皱眉头。你这几天抱了几个小孩啊？超多，我超爱小朋友的。小汤包，你什么时候生一个？再5年吧。好久哦，再5年，你会高龄产妇哎？不会啊，35岁啊。那你要不要先冻卵？要，先冲事业啊。你会很累哦。我不会，我不怕累。小汤包有在种哦，有在耕种哎。他超乖，一路上都没有叫，也没有哭。我觉得他比较像汤圆。小汤包，给你红包。他果然是懂拿红包的小孩。他想吃啊你！被妈妈抢走，被妈妈抢走了，被妈妈抢走。
怎么样喂奶？等一下，还不知道时间。啊，如果用别人的母奶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不行，一定要自己的。你有母奶啊？嗯，我算了，我还是留着好了。你太热了，我帮你脱衣服。凉快了吗？你看它这样超可爱的哦。肚子很有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腿，哇、哦，腿骨肉好可爱哦、喔。要换尿布了哦。哦哦哦哦，哇，大腿骨肉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所以它这样算大只了嘛，对不对？很大只。你要当 DJ 吗？它应该以后会是一个玩乐器的料、欸，因为它好像是因为在我肚子里面听那个鼓声听的很多，所以它。对鼓声啊，那种贝斯声都很有感觉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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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小就仰卧起坐了。仰卧起坐，那个一上二下，一二。不要吃我的手，不要吃我的手。这是那个小汤包的奶粉吗？好多哦，小汤包，你妈妈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很凶的妈妈，凶凶凶，它就才这么小，你一定又很低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直接大暴怒啊！哎、欸，爸爸装没事哦。我拿着篮球，烦死了，真的。哇，你以后要当篮球员？是不是长到186？好废的老爸、啊。抱气的妈妈，妈妈辛苦了。爹爹回来了，爹爹，送给你宝可梦的红包。你怎么那么累的感觉？哎、欸，你书包好重哦。哎、欸，现在小朋友书包也太重了吧？哎、啊，里面真的有书吗？里面真的有书吗？我看一下。检查，检查，有什么？用来违禁物品。哦，真的，欸、真的是有。铅笔盒，你看，好可爱，米豆子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陆队形。好，很乖。你不要收小朋友的包包好不好？这是我的一只大。我看看小朋友在学什么。你知道小汤包回来了吗？快点快点，我们去跟小汤包玩。你教我怎么喂奶。来，我先来厨房。爸爸终于要做事了。你以后越帮越忙。不就是三尺半奶吗？来，首先先洗手。怎么还有一只猫在这里？有三只猫哎，三只猫啊，都是胖胖的哎，发现你们家都是胖胖的，没有，有一只是瘦瘦的。瘦瘦的是瘦啊，你不是要胖奶粉，还在给我打，还在给我打游戏。哎，这手会发掉了，我要等一下。爸爸，你真的会吗，爸爸？我们看一下妈妈怎么用的、啊。那她这样一天要喝几次？天啊，现在应该喝到四五次而已。她在看着奶粉呢。妮妮。好可爱哟、哦。咦。再一次。今天雷拉家突袭完毕，非常的正常，非常正常。哎、欸，最近有什么计划跟大家讲一下？我最近没有计划哎，对，没有要第三胎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为什么？我直接在不生了，真的、啊。反正大家都认我不是好妈妈，干嘛生？怎么会你？我最近汤宇有开了一间新餐酒馆，大家没事的话可以去走走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尊印 ，ZOMINN 啊。有去的话，说不定会遇到我跟汤宇，然后也有可能会遇到林丹的。我也蛮常去的，再请大家多支持一下汤宇的餐酒馆啦。啊，你今天真的很废。我
今天超废的啊。你今天来干嘛？我今天就来搜查，重点是搜查啊。你在吵我睡觉的。来叫你起床的、欸，你本来就应该起床。好啦，那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底下留言什么嘞？底下留言什么？送什么？要送东西哦、喔。一罐奶粉。不要，贵哦、喔欸，我们的奶粉很贵、欸。奶粉很贵哦、喔，那就不要喂到一半停下来，不能喂到一半停下来，一定要吃。他会生气。好啦，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